咁後生啊，不如你做下配菜。我就覺得啊，啲錢好容易揾，你又唔需要識字。喺馬來西亞以前嘅幾千蚊好好用噶啦，夠公屋公車，夠你食。我嘅身體好奇怪，對毒品係冇咩反應嘅。大多數是揀嗰啲食平頭煙嘅客仔咯，因為佢哋啊睇到我 high， 我扮出嚟，佢哋都唔知道。年紀大咗啦，就諗到唔可以再做呢份工啦，要賣下啲平頭煙啊，賣下啲 K 粉啊，侵一班係賣毒品，俾警察拉去馬燈喎。啲男仔中打，我都有中打，打到驚，出到嚟之後都唔敢亂咁侵人。儲到多少錢就做賣假首飾嘅鋪頭。我又認識了一個男朋友，回計都是我男朋友的表妹。咁樣拍下拖，我的男朋友喺出邊又認識到一個女仔。當吵架的時候，我又發覺到自己大肚咯。個男仔又同個女仔走咗，佢講佢唔會翻嚟。咁我出到去個鋪頭，個鋪頭已經空曬，個回計揾唔到人，慘啦！我連唯一一個可以生活的個鋪頭都冇埋，我唔知點樣去顧呢個女，所以我好驚。我不敢抱他，就要找那些奶媽去照顧。在這個時候，一時走過我會笑一下，覺得是很可愛，我可以生到一個健康的女兒，我很開心。這樣我就慢慢我這樣望他，我帶我的女兒來，我欠愛他，我給不到一個家庭他。很辛苦的時候你很傷心，你每晚我都睡不著，我會想到為什麼自己這麼辛苦，很多很灰暗的事，甚至乎自殺。我女兒在那裡對著我笑，很開心，我笑到我想到一個小哥不應該這樣結束起生命。跟家人就吵一輪，他們去雲頂賭錢回來應該是輸錢，當我們大人在那裡吵，我女兒會害怕，尾尖叫，但我女兒走了出來才算。來到這個入非之家，當時我真的感動到又在哭，我會自己想，我要一定有什麼我不願意，我一定要克服，因為我要答謝人家給我這個機會。自己工作需要，你一定要在教會那裡長實老哥，順便就聽完嘗試去祈禱啊、讀經。識開耶穌之後，我都一時會覺得很慚愧，自己以前都是不是一個好人。上這個毒品的時候，你有什麼知道是不好的事，你就幫耶穌說啊、我知道錯了，我不應該這樣。過後的念頭就會自動自覺消失。做過這麼多錯事，耶穌他都可以這麼愛我，原諒我。在孤兒院做工，半義工這樣，我會想到哇，以前一個禮拜都可以賺幾千元，現在做幾百元。但是我知道耶穌是不喜歡別人這樣，不可以賣毒品。咁而家我將我所有嘅問題交俾耶穌，佢都安排到我有得食有得住，我女兒有書讀咯，咁我都唔需要揾咁多錢，做翻一個有良心嘅人，起碼我女兒第日大開，我都可以即係喺佢面前好正直。